但是我个人很好奇一件事，对，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平常洗澡的时候会边唱歌吗？洗澡的时候有时候会啊，是，对啊，因为其实大家可以试一下在家里洗澡的时候，但是要看每一个人的浴室不太一样，对啊。你说隔音这件事吗？隔音倒还好，因为你 OK 啊，你唱本来就希望大家听见，对啊，只是没有没有。我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吗？不会啊。我自己其实是这样，最长的话，其实说实话是在录音间，还有车上开车的时候，对啊，那厕所也是会，但是像他们那样，因为这个真的就算唱的再好听，有时候但要看时间啦，就不要10:30晚上太晚，真的不想想错别人，对啊。但是其实刚刚我们两个在那边聊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小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，然后生活有很多非常喜欢。好奇心这件事，就贴在你身上，因为本身是爱好奇。当然，我觉得好奇在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，就是在你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。因为你没有好奇心，其实你从妈妈肚子里面出来，到你一直到懂事啊。到每一个阶段，人生每个阶段，其实好奇是在自己本身很大的。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未知的。对，一定要这个好奇的心，才有办法去觉得这个人生是各种有刺激的吗？很美好的、难过的、愤怒的，我觉得都好。我觉得这都是人生的一部分。但是回归到最重要的原点，就是好奇是一个重要的元素。是，而且刚小雨有讲到，就是他现在会有这么多这么棒的音乐创作，这是因为他对旋律、对很多乐器都有这个非常大的好奇心。对，就想要去感受一些，哎，究竟这个会激荡出什么样的火花？对，就是从刚开始喜欢音乐听卡带，然后到看到乐团的演出，他才真的觉得，我当时一直在旁边都看。好认真，然后我觉得到后来他去着手做这些事情，我觉得这都是由好奇开始，然后产生自己的兴趣，那有兴趣就会动作的成功。所以有好奇心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，包括到现在的时代的进步，然后我们在做音乐就要依靠所有人，但是有人比更新很快，那我都会其实都会很大量的。收入花在这上面，就是新的音色会让我觉得很有，因为跟以往的不一样，然后放在自己做一个之类的。是，那我想除了音乐创作啊，然后生活上，那也很好奇，就像你们现在好奇的，好奇的，我们是啊，很多也是，就本身今天现场真的很多好朋友，而且我刚刚在空场上那个 PO 圈看到，你发现有好多朋友都把你们全部都带过去。就谢谢大家对这间演唱会支持，谢谢对小雨的支持。但是我有想到，除了是生活啦、音乐创作嘛，大家很想知道这个好奇你平常的穿着，不穿着的 style 呢？牛仔裤一定要。哎呦，是。牛仔裤就是非常的方便，可以穿而且不用不洗。然后对，但是才可以穿出它特别的味道。对，不是我的嗅觉哦，你是那种对。对，你要看体质啊，像我有时候，比如说这件牛仔裤比较常穿表演的话，我有时候可能就会是，所以我就我们不想知道什么东西，我们分享一下牛仔裤，说不定大家有没有一样的想法，就是不开心。新牛仔裤我觉得洗，要是翻过来洗吧。我很好奇，你们会洗牛仔裤吗？还是会洗？有些不会洗。对，看个人习惯。有一些可能就零用钱比较多，这样子就放了。那我想问酒类，你会洗吗？你会洗吗？不洗。而且我才几天而已，不知道好几年都不洗。很好的。但是他蛮好，因为他长得帅，所以他还是想要。我 OK 的，我就。会别到这个程度。好了，但是我想知道，像在我们的生活上面，如果时间到这个好奇心，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